姐，我们最好先找个地方落脚，等风雪停歇后再上山。对了，秦妹，你师父派你出来，是想了解修吴的事吗？嗯，是的。月姐姐会不会怪我？修大哥的事还是要保密，我们来打探。人会出现神族，是何等大事？真人从大局着想，进行查证是应该的。当然是帮月姐姐找冰先生，是我自愿的。所以啊，我还要感谢你师父把你派过来呢。诸位且留步。几位客官，外边天冷，快到炉边暖暖身子。店家，这风雪何时能停啊？哎呦，这得看山神的心情了，我估摸着一时半会儿停不了。山神，店家，能向您请教山神的事吗？啊，那是我们长白山的守护神，现在各地凶兽闹得那么厉害，可从来没在这儿附近惹事儿。都是多亏了有他镇着。百年前啊，根据一位有幸偶遇山神的猎户所述，当地百姓还请画匠绘制了山神画像呢。我们这一代家家户户都张贴山神画像，有他庇佑，我们这儿才能这么平安。哎，小店墙上也贴着呢。店家，我们初到贵地，想往山上猎风谷一探，您知道路怎么走吗？哎呦，这个季节那猎风谷从来没人敢进去。客官，你们要去做啥呀？啊，我们确有要事，还请您为我们指路。好吧，等风雪停了，出了客栈往山上走就能看到了。误会上我们。画像和仙兽志上描述的形象十分融合，莫非就是他？外面风雪不知何时停歇，先去找掌柜要个房间休息吧。客人要吃点啥？店家，有房间可以休息吗？真对不住，这大风雪天啊，本来要上山的人都走不了了，都住下了，还有一批贵客早将剩下的房间预定了。要不三位客官先找个位子休息会儿，大老远的赶路也不容易。那么给我们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。好嘞，二楼还有雅座，三位客官请。哎呀，外面天寒地冻的，客官再来点什么暖暖身体。我要疙瘩汤。师弟，你呢？都可。给我们来三份疙瘩汤。客人要吃点啥？没想到山野小店生意这么好，这里来往客商多，山农猎户都在这里歇脚，收集信息什么的也很方便呢。还是休息片刻吧。嗯，这大棒骨酱的不错啊。风雪太大了，还是休息片刻吧。这位自称山神的灵兽，应该就是冰仙兽。此仙灵兽能与凶兽抗衡，其实力必不亚于西区之流。根据仙兽志记载，此仙兽乃天地寒冰之气而生，已有数千年修为，
人世间罕见。他会是月姐姐先祖的那只仙兽吗？需见了方知。那明树门的那只冰仙兽是什么样的？先祖和冰仙兽相处近百年，依靠与他共修，成为祖师爷之后最有望成仙的人。可惜不知何故，先祖终究没有成仙。他去世之后，冰仙兽就不知所踪了。明树门的藏书记载，因为先祖过世，冰仙兽伤心过度，不愿再留在明树门触景生情，因此深藏荒山，避世而居。真感人。如果他真的是那只仙兽，这次也一定会照拂你吧？但愿如此。各位客官，外面风雪停了。雪停了，上山了。是是，走吧。对，我们走吧。一碗疙瘩汤喝下去，整个身子都暖洋洋的呢。晴妹推荐的果然不错。客官，月姐姐喜欢就好。奇怪，务必小心。以前来这里的时候，没感觉有这么冷啊。难道是因为我习惯了南方的气候？机会，嘿！怎么这个能力？你好厉害呀！月姐姐，一路上都没怎么听修大哥说过话，他是不是心情不好啊？不是，他只是不太爱说话而已。我记下了。
好受，别用剑吃我。为何跟踪我们？哎，不是，不是跟着你，是跟着他。小青，救命啊！阿友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先救救我，这位兄弟凶得很。又是你。他不是敌人，放开吧。这么巧，你也到这里来了。嘿，我来找你啊。我是来办正事的，不能陪你玩。我也有正事要办啊。你好不容易独自下山一回，我想着没人能拦我气你。还有我，桑游，你平时去仙侠派瞎胡闹也就算了，这次我们有要事在身，你可不许添乱。哎呦，月姑娘，你就不能放过我？哎呀，阿游，你快回去吧，让师父知道你私下找我的话，又会生气的。哎，对了，这么远的地方，你是怎么跟来的？我那什么。又开始飘雪了，我们先赶路吧，万一暴风雪再来，不知道又要等多久。桑游，我劝你还是……啊，人呢？算了，走吧。啊，这就走？那阿游，他一向神出鬼没的，用不着担心他。嗯，好吧。这个桑游简直越来越离谱，要是让真人和你师姐们知道，他少不了又有苦头。我们都拿阿游没办法。这个要害！所示，冰仙兽就在前面了。可这里被极强的法阵封住了去路。退后。兽王。师弟，先停一下吧。需要针对其弱点，否则再大的力量也是徒劳。可有办法破除吗？这冰封阵应是依托于源源不断的寒冰之气，因此无论怎么破坏都能迅速复原。冰属水，风雷水火土，雷克水，如果用足够强的雷灵之力击之，应该可以减缓缺口复原的速。青妹，我让巧玲施以雷术，你用雷灵符一起注入师弟剑中。师弟，你准备破开法阵。好。月姐姐，我雷灵符准备的不多，大概只能有一次机会，准备开始的话就告诉我。
趁现在，快！谢谢月姐姐。这地面很滑，你小心。金生，有危险！结束了，安全了吗？离析凛冽不散，鹰已发现我了。谨慎前进吧，路被冰壁挡住了，要再用一次雷灵之力吗？不用挡，冰壁附近有冰晶矿堆，可以请秀大哥催动散落在周围的小矿石，使其撞击矿堆，矿石中的灵力会在剧烈作用下释放，从而炸开冰壁。最后有天光照进来了，我还以为是山洞里结的冰，没想到这整个洞窟都是冰雪所造。来吧，来吧。按照之前炸冰壁的方法，如果利用两块小矿石相互撞击，
是不是也能有同样效果？可以一试。结束。神木斩。在山道上攻击我们的冰锥，会不会是冰仙兽召唤出来的？应该是了。他的脾气看起来不太好。冰仙兽前辈既为山神，必有子弟百姓，想来是把进山的陌生人当成宵小之辈了。等见面之后，我们表明来意，我想前辈就会理解了。滑了，上不去。找找其他可以通向石台的路吧。
神木斩，来吧。越来越重了，巧玲也发现了呢，看来冰仙兽就在前面。来者何人？竟能通过阵法闯进来？冰仙兽前辈，晚辈来此地是想求见于您。叫我山神。是，山神前辈。好，能走到此地，多年来你们是头一个，有点能耐。求见本山神所谓何事？说。晚辈为明术门弟子。你再说一次。山神的态度为何突然变了？山神大人，在下是明术门的弟子，今日前来是希望得到您的助力。明术的贼子竟敢出现在我面前，滚！山神竟是明术门，他依旧是先祖的那只玉灵，他为何如此愤怒？山神大人，晚辈只想得到您的协助，若我们哪里做错了，还请告知。您不是同本门仙子共修多年，情谊深重吗？为何心口雌黄？犹记当年，他与我等仙灵兽约定共修，共享灵力，仙灵兽各族何等信任？没想到后来，明术的不孝贼子贪得无厌，竟然暗中对我等下束缚之术，从玉灵身上强夺灵力，妄图加速自己成仙，将我等视为修仙的祭品，玉灵的性命根本不闻不问。我在那贼子手下被压榨数十年，忍气吞声，终于等到他走火入魔而亡，才得以重获自由。什么？共修多年，情谊深重。可笑！贼子们真是有脸，将史诗黑白颠倒过来。如今，你竟还有脸来求我的帮助？明叔呢？过去，竟然如此不堪。月姐姐，小晴，你们快出来。月姐姐，我们还是不要惹他了，快走吧。啊，好吗？此兵库于冰仙兽得天独厚，不宜久留。好，我们走。这就对了，
滚远远的，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月姐姐，冰冰就要合上了，你快过来。解除了我一个长久以来的疑惑，明术门曾风光一时，但突然迅速衰败。门中传说，是世间仙灵兽再难寻觅，才令明术门式微。我却一直无法认同，隐隐觉得另有隐情。但门派凋零，派中秘心多已失传，这个疑惑伴随我多年，没想到竟是如此。谢谢你。方才您提到了束缚之术，巧玲和我从小一起长大，是我的家人，我不愿意使用这种法术来对待她，还请您教授我解除束缚之法。哦，我自幼学习明术门的术法，却不知此为束缚御灵之术，强取豪夺非我所愿，过错已犯下，我只希望可以亡羊补牢，还望山神大人成全。哼，果真如此，自是最好，一切听好，然后照做。脑海里直接传来了声音，万物有声，通玄其名，以无之精气化空明之刃，斩无相桎梏，断无形枷锁，御灵归附，命气乃除。这样就好了。是本山神小看你了，明术后人，灵兽族幼子，你已自由了，日后本山神会照拂于你。什么？你不愿离开他？灵兽族幼子阅历太少，无法分辨是非，速来本山神这里。去吧。山神前辈，您这是何意？无需多言。师姐小心。Thank you.
此，你竟如此想要保护他吗？巧玲，多谢你。我明白，我们并肩突围。就算你自雷灵中而生，克制白珊珊，但白珊珊修为远，断不会输给你。冰先生前辈，弥补一切过错，请前辈息怒。听说贼子纠缠不休，莫怪文山神无情。师姐小心，我蓄势待发，必有意图。仙兽妄自称什么？至亲灵气是神族，关系大锁，不愧是月溪楼的弟子，有点本事葬身于冰雪之下吧。感谢山神前辈手下留情。哼，你又知道本山神留情了？晚辈修为浅薄，未葬身于此地，自然是您留情了。是也有你帮忙的缘故。哼，我是看在他的面子上。小家伙，他真的待你如家人，从未有负于你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晚辈月清书。明术门现如今还有多少御灵和弟子？本门现在只有掌门一只御灵，一名，两名弟子。哼，明术门的衰败是咎由自取，没有御灵，就算招到神族弟子也不过是摆设。晚辈已知晓往事，从今以后明术门必定会尽力弥补过错。那你可愿意与本山神订立契约？啊，愿不愿意与本山神订立共存的御灵契约？谢前辈。这可是不带束缚之说的，若是让本山神失望，山神会随时离开。别动脚了，千万不要出事。还有其他办法再破一次冰壁吗？我
晴妹，轻点，被寒气伤了。我看看。没事，我只是灵力耗费太多，有些虚而已。冰封阵竟然被连破两次，看来我还得琢磨如何改良。山神大人，我乃上古仙灵兽哈战士也，下山再说吧。